杜拜阿拉伯料理先体验，薄饼烤肉配骆驼奶，超正点。哇，外焦里嫩，哇 ，perfect。哎，我觉得我可以喝完一杯。欧亚交界的中东地区，杜拜美食文化非常多元独特。在老城区，就有在当地非常有名的餐厅，可以吃到各种美味又道地的阿拉伯美食。走，让我们尝鲜去。我们现在来到的呢，就是叫 Arabian Tea House 阿拉伯茶馆。这家呢算是一个网红餐厅，它位置就坐落在阿法迪历史街区里面。这个店呢，它装修的非常非常的有就是独特的风格。但是它成为网红，不只是因为它装修比较漂亮，还有因为它的食物非常非常的道地，非常的好吃。而且这里有很多的名人政客都曾经来过这里，像它墙壁上挂的这些照片，都是曾经来过这家餐厅的一些名人，对一些明星。在这间风格清新、以蓝白色为基调、洋溢海洋元素的餐厅里面，满满的都是来尝鲜的人潮。这里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，游客可以看到食物的烹制过程，特别是主要原料由面粉、水及少许盐巴所做的当地主食阿拉伯烤薄饼，从和面、擀面到进柴烧烤炉烤制，让人全程一目了然。刚烤好的薄饼有多酥脆，听听看这声音就知道了。在杜拜吃烤薄饼，加了橄榄油、红椒粉提味的鹰嘴豆泥，是最常拿来搭配的蘸酱。太好吃了，豆子很香，然后入口即化，配上这个中东大饼 ，perfect。而这道以面饼包上马苏瑞拉起司酥炸的开胃菜，也是必点美食。这个是中东饺子，叫做 cheese samosa， 它吃起来外表很酥脆，然后里面是包的 cheese， 蛮绵密的感觉。我现在为大家来吃一块中东饺子 ，Yeah。Maybe later。非常地道，对，而且它的内馅很热。吃完前菜，来试试这里的烤肉主菜，以薄饼包着的是加了茴香等香料提味的羊肉串烤。让我们尝一块这个烤羊肉，就是本地这个，是羊，那是鸡肉，但里面有一点羊肉的哇，外焦里嫩，而且汁水很足哟。而主食除了烤羊肉，还有同样软嫩的烤鸡肉，也可以试试哦。吃完一大堆的薄饼串烤，餐后当然要来上一杯甜入心扉的阿拉伯茶，或是加了香料提味的阿拉伯咖啡，去油解腻一下。特别的是，这里还可以喝到骆驼奶哦。哇，骆驼奶奶的。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喝的，它没有什么骚味啊。我觉得我可以喝完一杯。动新闻，杜拜报道。